我螳螂也很猛。对接了吗？对。感谢0825小飞机的小飞机，谢谢。王森。不要看好像我的段位打的只有白银黄金，但是我的隐藏分很高，因为我的胜率比较高啊，所以我排到的呢都是比我这个段号的段位要高一个段位的玩家。我们直接打，免得这个盲僧来骚扰我。回一口血，拉一下，这样的话你回血回的比较快。不用吃药啊，这个 W 配合打野刀，这回血就够了。回一口，哎，好，然后呢再回去打你的三狼和蛤蟆，这样的话呢去争下路核心，不去争上路核心，因为跟盲僧争核心没有优势。一个处理好的盲僧他是不可能虚螳螂的，所以我们就避开他，他这盘抓上路我们就抓下路，他抓下路我们就抓上路，他只能顾一路，对吧？你看我们没有吃药，但是血量依然是满的啊。很多不会玩螳螂的话呢，你吃了药打完野怪发现自己残血了，那就没有血量 gank 了。这波核心我们肯定是要把拿了的。好，直接惩戒是因为我要赶时间抓一波钟，小心他的盲僧支援啊，但是抓肯定是要抓的。好，死了，处理得非常不错啊。这小鱼人这个时候一定要帮他推线，不能让他自己推，这盲僧会过来抓他，他很危险。我在这里就没事啊，我看到盲僧了，这个时候你赶上去是来不及，你只需要给个危险信号之后呢反手吃他一波大鸟和石头人，这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你去肯定是来不及的啊，而且你去了也打不过。好，这盲僧自己上头了。好，那再把他的野区扫完，他直接就崩盘，他出来之后没有野怪吃，直接炸了。我们还可以看情况抓不下，我们这个开局思路就很清晰了，对吧？对面就崩了。好，准备过塔强杀，我可以跟他换免费回城，都很赚。等一下，好，我没有E，稍等，我来的有点晚，但是我必须要杀他的。好，闪现拉开，这个就赶快跑吧，减少损失吧。他杀不死我的啊，踢中我也没有用，我进塔了，给你贴，给你贴，无所谓。这盲僧其实没什么收获，他只是赶过来吃了一个头而已，啊，我们也不亏。这个 AD 在塔下死很伤，我再吃一波蛤蟆，回家。这盲僧等级上就会差很多了，我马上五了，他刚四，那我抢六，他才五，我要入侵他又崩，啊，然后控龙。这就接下来就会进入我的节奏。1600块，我们可以选择走一手暴杀流，也可以选择发育流，但是路人局的话呢更倾向于这个发育流，因为只要你发育的好你就能够单 C。 暴杀流的话呢，你如果说跟队友配合的不好，杀的人比较少，你刷野就会比较少，那就不太好了啊，就比较依靠队友了。这样的话我伤害可能低了一点，但是发育会很好，很变态。我这个时候再到他的上半部分野区，把他上半部分的野区给吃了，他们把龙拿了无所谓啊，无所谓的，我可以抓不上。我现在确定盲僧的位置不会被反蹲啊，六级你抓的话呢怎么讲呢，这个抓不动，抓不动，可能会死，自己可能会死啊，因为他会关门，他一个大招关门，一个龟壳我打不动的，我除非六级。所以这个时候不要着急，先刷一波，等待一下盲僧，看盲僧会来上还是来下，还是去下。
先把他野区扫完啊，等会再去上，等有了大招以后。但你去抓不是帮他抓，是害人，你知道吧？把他害死了，把上路害死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去了，给一个信号。他现在关门我也不虚了，我可以单挑他啊，单挑他，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，金属大师也打不过我，虽然他很肉，但没有用啊。这波你可以适当的就是哎骗他一些技能什么的。好，他关门了，你看这就是金属大师的哎，但是他逃回塔下就行啊，他只能硬换。那你就肯定是换了，这金属大师就是这样，你没办法的啊，没办法的。这瑞文也处理的不错了啊，逃回塔下了。如果让我先手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，我能够用大招骗他时间。这波我们把红吃了，抓下去。上路需要我的帮忙，但是我现在的状态的话呢不是很好帮。好，抓下。这中路的话应该是抓不死吧，抓不死他，正面不好搞，看得到我的。算了，他在勾引我了，他有吸血，他盲僧也在，我是抓不了的，所以不要上头。他可能好，我没有大招，我得等队友。好，队友来了，我没有惩戒，不要着急，我没有大，没有惩戒，缓速。好，我大马上好了，能不能把他留下？好像有点困难。可以，没事，不用虚，先杀这个。好，他死了，我伤害非常的爆炸。哎，这都是抢我蓝的代价。可以，我们回了队友强杀啊，不用管了，出一波装备。这盲僧 GG 了。他 GG 了，我伤害已经很变态了啊！感谢二妹群下之城的飞机。不打猫咪，打猫咪不好，肯定要先杀他的输出，先把盲僧杀了，因为这个时候盲僧伤害是最高的，然后到 AD 辅助你不用管他，你杀辅助的话自己这边全死了。我要去反他野怪了。现在我落地这个盲僧就残血，但小心他中路支援啊，这中路还是比较厉害的。现在八级，我被看到了，那就吃他的野怪。准备拿龙，20秒，可以再绕到这边去抓中火的四大鸟。我的翅膀焦躁不安，先进场，先进场。啊，盲僧把峡谷吃了。好，我知道他的位置了。那么火龙或者抓下都可以，我选择先吃火龙，火龙更香一点。没关系，他抢不了啊，抢不了，他也不再抢不了的。下路现在知道我在，我就不抓。我们可以考虑抓一下上，但抓上要小心一点，上路很难抓。
给个信号，我可以用大招拖他，我抓他，他要开大的，开大如果给我的话，我就用大招拖他；如果给瑞文的话，瑞文就回塔下，啊，只有这样才能抓。好，先给他一套，看他怎么说。好，关门，大招走，拖大时间，再拖。他没办法啊，只能等死。没闪现，没拉开呀。我这波是在骗他技能啊，但是伤害低了一点，瑞文，我直接死了，我有闪的。没关系，这个金属大师我现在要让他死两次啊，不然的话呢，他这个发育就比较好了。放了他一水，可能你觉得我在吹牛逼，实际上我是放了他一血，我没有闪现直接秒他，我想让瑞文吃这个头，你知道吧。哦，他没了，把他留下。现在要连续杀他两波，不然他太肥了，我现在不放他水了。我要抑制住他的发育。感谢教我研究生答辩的飞机。先刷一波野怪，再蹲他一下。反瑞文要崩啊，他其实现在已经崩了。这个闪要交的，不交的话他就要回家了，他那个毒秒快到了。马上来冰杖了，要很小心，他大招好了的。哇，你这个胆子好大啊，还想杀我，这胆子太大了。赶快吃他一波蓝 buff， 他现在这边没有人的。暂时上路就不去了，他上路很多人，推他中塔，吃他下路的野怪。好像有点惨，这个逃不掉。快跑，来人了，快撤，金属大师来了，中路也来了，他要关门了，但我可以管他速度，没什么用，没什么用。这波小龙他们要打，现在他们团队很厉害，因为这个金属大师很肥，这金属大师往前站我们打不动，我现在看能不能偷袭一下吧。有点难，我现在不能去，我得等队友。现在我们瑞文肯定是帮不了，少一个人的。
他把我拖住了，但是呢我也没办法，他队友完了。没蓝啊，杀了一个 AD 没啥用，我们这波人太少了。好，我们放一下这个瑞文吧。他没角度，没大了，不是很好抓，有点危险，我得先回一点血。他们要吃峡谷，草丛蹲一波，好，先边缘 OB 一下，好，给个缓速，这个时候再上啊，风筝放死，峡谷收了。这个中路有点肥，七个头。我们团战不好打，因为瑞文的战斗力比金属大师差太多，啊，差太多。即使是发育差不多的情况下，也差很多。更何况发育的不好，除非这个瑞文很厉害，但这难度太大了。我看看能不能偷一下，我有峡谷，我把他下塔偷了。先去偷一波下，这下塔肯定没问题啊，没血了，他们现在上，直接开，逼他们回来。必须得回来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留了，啊，可以反手去上了，没必要在下路打了，不打不打，没蓝，撤撤撤撤撤，撤，哎，好，可以了，够了，4000块，有点肥。现在推他们上塔去，把他们骗到下路来，我们再上去。小龙还早啊，先不管，先把上路收了。他们这块可能是有眼啊，我得扫描一下。好，再绕他一波。哦，那你知道，那你知道错了吧？那你知道我的伤害？哎呀，怎么会？杀不到他了，我贪了，我其实可以溜，但我贪了，我想三杀。把他的中路杀了还好啊，这中路比较好。只要出来的话应该是死。哎，好像血量有点低。还行还行，我去偷龙。
瘫了啊，瘫了。不过他们好像，咦，我不杀这个猫咪了，这猫咪能那个钻到队友身体里面去，杀不了。想杀我没那么容易的呀，我太灵活了，差一点钱，差一点钱。可以，他通通死了，不用怕，随便打。完了，怎么被击中了呢？这波我跟艾希有点浪，说实话有点浪。偷了大鸟就应该走了。现在我们把外塔全部吃了，要吃他的，要吃这个大龙了，把视野做好啊！逼他们过来，逼在，我来偷袭，我有孤立，能秒人，除了这个金属秒不了，其他都能秒。把他金属抓到，我们就可以打了。有眼，我来了，等一下偷一下钟，视野好像很好。完蛋，这个点亮了，这不行，打不了。你为什么胆子会这么大？你要死多少次才能知道我的输出有多恐怖？他们龙不敢打，不敢打，没有打野。如果他们打的话呢，就要是好，我们来骚扰，骚扰一下。好的，先输出，撤出来，不能跳进去啊！跳进去的话肯定是没了。我们撤就行了，哎，这样的话他们龙也没打，人也没杀掉，哎，好，走位躲掉了，点一下队友，我先给个缓速，我们有技能，有了，但是好的，看看这边，猫咪，这一下你跑不了了吧？等一下，来，先让奶妈奶，我们等技能 CD， 给个缓速。先 OB， 等大招，我大招马上好，好，以此再到你，走位，再缓速，好，交给队友，这欧大龙了，大龙中了，大龙中，啊，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全死了，但是好像我们两个有点打不动，这小人得过来，他先扛一下。让小鹰，好 ，OK， 收了，马上16了。我得出个复活甲，没有大招，
撤晚了啊，撤晚了。他们现在只能守啊，他们现在只能守。他们要去小城，这波我看能不能提前过去埋伏一下。应该是不太好，不好搞，这个危险的，没视野。哎，我操，应该是不好搞，给个视野，应该是没了，没了就算了。为了一条小龙死了不值，勾引，下塔退了，很舒服。我来绕，我先到他野区去，有个野，看到我，这块没有，这猫咪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又调职，你又调职，你又调职。看这边，好，隔墙，给个。大获全胜，太高地，太高地，快快快快快快！不用理他，哎去！OK， 他们心态有点爆炸。嗯，这个地方不太好打。我们看有没有孤立啊？没有孤立的话，伤害不够。算了，撤吧，去下路。下路可以撤。打个喷嚏嘛，别这么紧张。他骚扰我，我故意给他骚扰，我看他调职的代价就是溜扫啊，环速风筝之蹂躏之小碎步。管束走吧，哎，起跳，哎，没事，我有跳，给个缓速，混个助攻，起。猫咪没得附身了吧？你没得附身了吧？你敢打我吗？我有跳，你敢不敢打我？你敢不敢打我？嗯，